我带了两个员工飞一万公里，吃全世界最豪华的饭。哎，你看这个灯，太夸张了！我的天哪！天哪！我真的一直流口水，我要疯了。这个有点想哭了，谢谢老板。上次拍完卢卡斯系列后，我和团队紧接着回到法国，准备拍一系列大家最爱看的法国式摄影片。因为拍了很多摆设，所以每一天都忙到不行。看大家这么累，我就偷偷准备一个惊喜给企划阿玛，我和全能妈妈 Sky， 他带你们去一间位于法国南部、号称全世界最豪华的吃到饱 buffet。Oh my lord, this is fantastic.这间餐厅已经客满到明年十月，一天会准备一千人份的餐点，提供300多种主餐，50多种甜点，可以打破金氏世纪纪录，拥有全世界最大的78台，每一年会消耗掉30吨鹅肝和30吨龙虾。然后现在大家应该很好奇它的价格，52.9，没有很贵吧？因为这趟法国旅行的费用非常高，所以。大家知道法国和台湾有7个小时的时差吗？这次我们是晚上11点坐飞机，坐了14个小时。法国早上7点到巴黎机场，到埃比比会有那种像睡的感觉，但因为外面还是大白天，所以不太好入睡。但到了法国天黑的时候，又是因为是台湾的早上，所以更睡不着。但那时候我就会用我们的干姐新布利的超浓代谢夜宵素 EX 帮我调时差。那新布利的夜宵素里面呢，有色氨酸和伽马，是两个会让你情绪稳定。比较好入睡的氨基酸，它里面有2种素果酵素，会让你自动代谢。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立体素专利配方，这个中文厉害厉害，会在睡眠期间帮你增加更多受体素，加强全日的新陈代谢，减少饥饿不嘴馋。这样子在巴菲吃龙虾应该不会变胖吧？龙虾塔太夸张了，这个超级好吃，谢谢老板。睡前两颗，过了几分钟就会觉得比较好入睡。在康师傅还问我怎么知道，最近在优惠中。那我们昨天开车8个小时在这里过夜，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有拍这整个法国旅行最期待的一个影片，豪华版的，耶！这是我整趟法国旅程最期待的部分。我们是 VIP， 我们有带一个芋头酥送给他们。Bonjour, enchanté, Quentin. Une spécialité taïwanaise, Otao. Je sais pas si vous connaissez Otao. Non, j'ai dû goûter une fois, je crois. C'est mon aliment préféré, donc j'espère que vous aimez. 全世界最高级的 buffet。我好紧张。而且只有我们在里面。我们包场。哇塞，你看这个灯。这环境超舒服的。超傻眼，看起来太夸张了。我的天哪，我一直在流口水。我每个都要吃到。是有专门一个人每一天在这里顾植物，那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是在顾灯，哎，他们这有3000个灯，好大的叉子，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叉子，比你高啊，这不难，出发 VIP 才可以进来，没太多了吧，这个规矩，我想要直接整盘端走，这哪一盘呢？是天堂在这里，天堂，这是天堂。我的天哪，18000个鹅颈脖，哇塞，很像在什么凡尔赛宫吃饭的感觉，哇，烟屁型。好的，大家，那刚刚我们绕了一圈，这边的负责人他就给我们看，这里全部是高级东西，全部是自然，全部是有机，全部是厉害的。那我们现在大家还没有进来，我们是 VIP， 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东西。Let's go。这个酒是免费的吗？这个酒没有，这一杯40欧元。我要喝这个。天哪，我真的一直流口水。我这个我没办法哎，超好看的哎。这个有病哎。我家里想要一个，办公室正中间放一个这个。要吧。龙虾塔。太夸张了这个。他们第二个最厉害的东西，这个也是世界纪录。在一个餐厅里面有最多种类的起司。115个起司。起司会超级重哎。看你还好吗？他超不喜欢。看你还好吗？他们会给你一个小卡片，有些强度，就比如这个是7分，然后就会给你介绍啊后面的这个其实是什么，所以有从1到10嘛，从比较不强到最强啊。很多人专门是来吃起司的。我说。你看，他就在那边帮你切一堆，这些超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我不想介绍，我们赶紧走。OK， 大家，我们是来想好，这里是需要策略的。你在一个 buffet， 你不能吃面包，不能吃饭，你不能喝气泡水。对，这是基本的规定。但是呢，这里有超级多看起来很好吃的面包，所以可能我也不行，我们要先吃那些。这个是专门来做冰淇淋，这里是代理师，这里是金箔。做这个房间的员工是在凡尔赛啊，在那种很厉害的城堡的员工做的。好了吧？我们要开始了吗？Let's go.
Let's go。三星鸟现在就是冠先刺客了。吃完这个就回台湾了。这个我要试试看。哦，看起来超好吃的。每个都要试试看吧。可是我就吃完之后就忘记哪个是哪一个了。单边的很多生蚝哎、欸，我不喜欢吃，但是很贵。龙虾塔。不吃海鲜的人也这样。我要大螃蟹，你看这个，绝对超级好吃。你半斤满了。我不够，我要再拿一个盘子。哇，它这个是中路鹅肝，光你这一块就划算了。他们面包也超多的，超多种。来，我们来一个 gluten free 的，这样比较健康。我们要那生蚝吗？要。你看，大家是来吃生蚝的。你看，我们就跟刚才说不要吃饭，第一个动作，吃饭。哇，预制酱。OK。OK。那先回去吧。哇。我们现在也是开胃菜，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非常期待。目前最好的福利，我刚刚在拿的，我想说我应该不会离职了，哎，还是突然就会离职，算了离职。好，你们的最后一餐好了。哈哈，你们不是有离职吗？来啊！我们的第一口 ，Cheers， 好香啊！这好吃的猪肉哎，嗯，它很厚片，很好吃哎，干杯！好喝的，我们来吃生蚝。你知道这个男生吃了会怎样？会很开心。没有，是女生会很开心。女生很开心。很香的，酷的感觉真的很爱。感觉是在吃海水，然后有一块很大的 BT 在里面。你没品。我们来吃龙虾，哇，爽！哇，超级好吃。我要再去拿十只。哇塞，它有点大到我不知道，没吃过那么大的。哇哦，哇哦，赞！好吃吗？那个蛋超级好吃哎！我还不说是海鲜呢。哇，你真的不懂吃哎你！你看，我们来这边吃龙虾，吃螃蟹，吃鹅肝，喝一下鱼酱，配香槟，好幸福哦！这是人生嘛？人生是这样过的嘛？爽！对，明天上班了。我很期待，还有从来没吃过。寿司上面那个鱼，对对对对对，是不是日本有卖这种饭团的？是假的。谢谢老板。是啊。啊哇，别人帮你处理更好吃。然后我们现在吃到一半，他们叫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是看他们这边准备鸭酱。qui se rentrait incorporé à la sauce。他不在配音乐，超级多汁的，我看一下，超好吃。哦哇，他放了满。哇！Merci beaucoup。哇！刚刚在旁边闻，香到爆。我可以这么问。这吃起来是一个没有压力的鸭，是个乌鸦鸭，被压的鸭，所以这是乌鸦鸭的鸭。那我们要不要去第二轮去吃主菜？我要再拿龙虾。你好笑。OK， 我们花了53欧，我们一定要吃最划算的东西。那最划算的东西在哪里呢？主食区这里。哇，这一定超不好吃哦。哦，看起来超好吃的。Merci。Merci。哇。Merci beaucoup。Merci。这是什么啊？这有金箔哎！这是咸的吗？刚看到这个牛肉，看起来超级好吃，一定很好吃。超级超嫩的，牛内了。大家比较期待这个阶段是超大瓜牛，瓜牛，它大到有点可怕哎！哇啊，有点太大只哎！有点太大只了。单边做的很好吃，真的吗？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就你们应该不会再喜欢了。那下一个呢？这个小惊喜啊！那这个我先不跟你们说是什么。哎，超棒嫩哎！哇，这是哦，哇哦，有点害怕。有点像干的那种口感，绵绵，不难吃，还不错哎。但是口感有点怪。很好吃哎。很嫩啊。大的味道很 intense。这个呢，它就是兔子肉。不用吃兔兔哦，没什么要吃兔兔。那我们现在去拿 cheese， Sky 最喜欢的。
OK， cheese 我们要拿看起来最奇怪的。这个11分哎，它满分10分，它11分哎。OK， 来。哦哇塞。哦，这个看起来，这全部完美了。超难吃的啦。哦哇哦。哦，它这个是松露。哇哦。我一定用到这个。掉了。九层塔其实这个是用挖的哎。超可怕。这10分哎。Yeah。我要疯掉了。你的表情好可怕。这是什么？青蛙。我要不要吃？我没吃过青蛙哎。可能吃面。啊！哎 ，Sky 太浪费了，你看他。Sky 你在干嘛？昨天吃的罐头吗？对嘛。我就要吃。你什么意思？为了你的健康要。杰快。他不懂哎。我要吃爆这个，我超爱吃虾的。你很虾哎。我虾肉爆哎。开心吗？很开心哎。开心很开心。要吃过青蛙吗？在这里哦。很嫩的，有点对不起它，但是蛮好吃的。是看它吃蔬菜，浪费钱，需要这样比较平衡呐、啊。对不起，关键时刻来了。我没有吃 cheese， 他们很庆幸的是有很多那种标志，就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强还是不强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开始，这个是一分，强度是一分而已。好，就一分是指它的臭味一分吧，不要说臭味啦，是它的强度啦。对我来讲就是臭味吧。九层塔其实，有九层塔味，真的很九层塔，超九层塔。Oh my god， 超九层塔。这个我觉得在台湾还卖得好哎。哦，真的。咸酥鸡，九层塔其实。大概我们说，其实最传统的其实是吃法是，你吃一口气，再喝一口香槟，味道就会散掉。好了，现在干净了。OK， 不然这个测完你是醉了。哇，这几度啊？这个是3度，那就是松露起司。哦哇塞，这松露味超级重的。哇，真的？Oh my god！ 来。很好吃，它很绵密。谢谢。这个呢，就是这个8分。为什么它会是橘色的？而且感觉粉粉，感觉是有灰尘哎，在上面。我觉得蛮好吃的，它有一个很浓郁的味道。好吗？你干嘛？你手想要拿上面？先吸收一下味道。哇，你这个你喜欢哦？还不错哎。你很强哎。你不是法国人吗？你搬来法国吧。哦，它的味道留很久哎，很香哎。哇。OK。下一个喽。来，它是起司还是它是什么？起司酱我也不懂哎，它就是一个。这个10分哎。这个我跟黄家倩吃过了。很久以前，他的反应就是这个。你给我，我们来看看阿猫的反应。怎么办？有点可怕的味道。它没有很臭哎，它比较咸一点，还好，这还好，这10分。还是你们拿错章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大魔王来了。满分4分，11分。你看，全部是发霉的。哦，哇，少一点吧，有点害怕啊，有点可怕了。来。这是你阿妈阁楼的味道哎、欸，这个我是法国人，真的觉得是有挑战性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是发霉吗？是发霉的，是真的发霉，都是细菌。喷出来的味道，好臭！臭到辣，你知道吗？啊，好痛！它臭到你不想要把嘴巴闭起来，有必要一直吐气吐过来，真的很。那我们快去拿甜点。OK， 好，各位，现在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一个阶段。我要再去拿龙虾。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是。不知道怎么选呢？哦哇，那这个很重口味的一个东西。OK。哇哦，这是什么？我没吃过。这个好爽，来一个。哇，胖到不行哎。这个一定要试试看，它就是一个翻过来的苹果塔。冒险蛮好哦。这个呢 ？OK。哇塞，这是什么柠檬塔吗？啊，要吃闪电泡芙吧？闪电泡芙，就像人家做的闪电泡芙。OK。哦，还有那个颗粒饼哎。哇塞，看起来超奇怪的。颗粒饼有需要这样吗？我不知道哎，我是第一次看到。哦。我们先来试试看它这个可丽饼。对 ，Crepe Suzette， 跟你们台湾是相反的，是不是？哇，真的相反，期待哦。它不是倒真的很清爽，但是有一个清爽的果香味，有点油。OK， 那 Sky 什么都不懂吃，所以就变成说我来取代员工了。哇，老板，爱你哟！我们
讲话没有这样吧 ？OK， 要种哪一个开始？哇，从比较不甜的开始好了。哪个？我们从苹果塔开始好了。嗯，蛮好感觉。我不喜欢苹果这个口感。这个叫特别碱。特别碱。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甜的一个东西啊。它里面就是 cream。哦，粉粉做的蛮好吃的，很好吃啊。哇，超蓬松的。粉粉做很蓬松哎。大家吃匀。这个叫上顿的味，通常是会在那种昆明啊。哇，全部是 cream 哎。哇，我超不喜欢奶油。不喜欢奶油的话，我不知道你应该不会喜欢这个。怎么办？我超不喜欢。就是奶油什么都没有。哇，好呆头。哇哦。那它很香哎。哦，它奶油好吃哎。它是好的奶油哎。哇哦，哎，很好吃哎。你要不要吃这个泡芙看看？要直接整口吃哦。对。啊哈。很硬。我来，喊痛。那大家应该对三鲜泡芙蛮熟悉的嘛，可能大家有吃过我的三鲜泡芙。三鲜泡芙是一个传统的法国甜点，但上面会有一层硬的巧克力，然后里面就会有巧克力酱。我跟你说，硬的好吃。没有，我觉得我的比较好吃。真的吗？他的比较好吃。开玩笑，我刚刚前面剪掉。哇哦，你的更好吃哎。然后最后一个呢？哦，好多甜的，我要疯了。这看起来超级浓的巧克力，你看它超滑顺的。你们两个又反应不一样了，很难形容哎，感觉是巧克力酱变成果冻。不是爱吃什么？好的，现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冰淇淋。哇，我准备好了。有很大的草莓出现了，哇，比它大一点的，哇，我都挑最大的。柠檬哎。哎、欸，我觉得我们回台湾的时候会超重哎、欸，我个人超重，飞机会往一边。我们做这个柠檬冰淇淋应该是吗？哇塞，感觉很清爽，我现在很需要这个东西，我想吃了。好酸哦，可是很好吃哎，很酸的，很好吃，很适合现在。我喜欢，我想再拿一个。蛮好吃的、啊，很好吃啊，巴黎的草莓。哦，太幸福了！好，那我最喜欢的是草莓。哦，饱不行了。Sugar， 我超爱吃 Sugar 的。我们要在这里架爆巧克力。阿毛嘞？我们俩吃甜点，阿毛吃南瓜，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架爆巧克力。哎，太酷了！讲一年的白色巧克力好了。哦。最后一个甜点就是泡芙，然后我们自己加了巧克力。哇塞 ！Oh my god！ 哇！没有，我不觉得太甜，因为它是黑巧克力，是它酷酷的。是不是？完全不甜。哦，超级好吃。Okay， 好的，那我们这一餐结束了。阿毛剩下了两只龙虾。小甘心啊，我要吃到划算啊。对， 对，那你们来到这里开心吗？超级开心，因为还有超多海鲜可以吃哦。我的声音已经有点沙哑，你觉得？而且太感动了，有点想哭了。对，你看这个酷的梦的团队的福利是不是超好的？感谢老板。真的哭了。Oh my god。大家想要投履历的话，就欢迎投履历。如果有会画文又会剪接的人，拜托画文。我刚说画文吗？所以如果大家来到法国的南部，就可以来这里乌斯山哦。叫问题是说，好像咱们课嘛都明年要预约了。那你们现在觉得有必要了解法式料理吗？好像还好。嗯，好像还好。但还是感谢老板，谢谢老板，那我们来吃个餐， yeah， 超级开心。哇，可以拿个叉子吗？我要吃龙虾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A few moments later.